拍个照你就不得了了。嗯，对呀、啊，比你好呀。你带我去拍照了吗？我没有时间带你拍照的嘛。嗯、我要忙我自己的事情的嘛。反正你别管我，我就是喜欢他，就跟他在一起。来，我们直播，他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什么？知不知道？你说你那个手机还要给他买吗？他喜欢我呀。你那个手机还要给他买吗？他要给我拍照呀。你他跟你要这个手机的理由就是他好跟你拍照是不是？对啊，他觉得他那个手机拍的不好看。来，我们直播间48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马上就50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公屏上打出来，小小这个手机该不该给曲布买？今天啊，曲布说哦，让小小给他买个手机，小小答应了，明天带他去买个手机。来，我们直播间4800位哥哥姐姐刷一麦啊，你们说该买的公屏上打个一，不该买的公屏上打个二。来，小小你看这直播间来，全部来，你看。你们觉得小小这个手机应该买的人够不着打个一，不应该买的人够不着打个二。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听我的话，这些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话你应该要听，他们是为了你好。嗯，你看，来，公屏上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手机你应该给局部买，直播间4900个人全部都说不应该给局部买。你怎么就不那么不听别人的话呢？是不是平时你说我对你只是羞巴巴啊，但是你是有没有自己反思过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反省过你自己，你自己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对呀、啊。来，你不要自己说，让别人来评价。直播间各个级数衰麦啊，小小他的所作所为对还是不对？不对的公屏上打个对，不对的打个不对，给他看一下。你都这么大，你就多大了？你都20来岁了，你都20岁了吗？是不是？嗯。还这么不懂事呢？你看人家阿梅，她就比你大1岁，人家就什么都懂。你为什么就你不是说你要住在阿梅家，要跟她好好学习吗？啊。嗯。那你这学成这样子，人家你看，贤良淑德是样样俱全，你呢？你大晚上和人家去人家家里面，那算怎么回事吗？那我是怎么的吗？什么叫你怎么的？你应该向人家阿梅学习，阿梅她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她不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真的，我们这次不仅我一个，阿梅人家阿梅今天为了你，你看全部头发都淋湿了。阿梅，你衣服湿了没有？你看衣服头发全部都淋湿了，你有没有一种感恩一点的心啊？你现在才想起来对不起啊，人家都快感冒了，知不知道？你看头发全部都湿了。嗯，没事了。你为人家着想过没有啊？你以后不要跟那个曲布那个，不要跟他一起玩了。他那个人，我这样子说出来不好。真的，如果你听话你在这边玩怎么的，我都不管你。你不听话的话，我就叫你爸爸过来接你了。因为你在这边出什么事，我们谁都承担不了，知不知道？行了，我不跟你吵了。出什么事？阿梅啊，你头发湿了。没事。没有吹风机吗？吹一下。不用吹风机啊，自己一会儿就干了。这个今天真的特别的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的话，不知道小小被曲布骗去做什么呢。没有，就是应该的嘛，因为他在我这边，他找我玩，而且我们不是朋友。我们直播间4200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觉得阿美是一个懂事的好姑娘的，郭皮上打个一，真的，我觉得阿美是个太懂事的。还有阿美，啊，你说你明天就要去相亲了，是不是？对啊，明天要去相亲了。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知不知道？
没见过面呢？没见过啊，没见过才去相亲啊，见过了肯定不去了。那个还好你今天来了，我刚刚都又没有你的，我刚刚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储备一直在门口。没事，现在没事。你刚才你怎么不跟我打电话呢？刚才应该跟我打电话的。我怕影响到你，万一你在忙呢，或者是你在，就是远一点的地方，你下这么大的雨开车也，不是很好。没事的。就挺怕那个影响到你，打扰到你，所以我就没跟你说。啊，你这个人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没为你自己着想。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你饿不饿呀？你现在吃饭了吗？我吃了。吃了吗？吃了。没吃饭我就给你。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了，现在都几点了，我不吃夜宵的。嗯。那个阿梅啊。嗯。啊。要不你不去相亲了呗？我不去相亲啊。真的有，好多咱们直播间这些，我现在直播间4000个人，有4000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妹，他们都不希望你相亲，因为他们都害怕你遇到一个，你相亲你是不了解吗？你们明天就见个面，不了解，万一他是一个赌博的呢，打牌的呢，喝酒的呢，家暴的呢，这些不可能写在脸上嘛，你看不到吗？那到时候怎么办呢？我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吧？这个能靠运气吗？这个就是靠运气啊，我应该不会这么差吧？你说你嫁个人还要靠运气呢，万一运气不好，这辈子就废了。那不然呢？肯定要靠运气啊！来，你阿美，你看这直播间哥哥姐姐衰没？来，你看他们说的。嗯。你们直播间哥哥姐姐衰没啊？我觉得阿美，她现在才21岁，本身嫁人也不着急啊，还年轻嘛，对不对？第二，就算她家里面要让她嫁人，她应该也找一个先认识一下。找一个喜欢的先认识一下，认识了之后了解好了，脾气什么都合得来啊，对他也好啊，最起码不家暴，不打牌，不喝酒，倒是没事，但是不是一个天天喝酒的那个酒鬼那种嘛啊，还有能过日子的人，最起码要了解到这几样，你才应该嫁给他，对不对？直播间哥哥姐姐衰妹，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觉得？但是我们这里都没有这样子的。你不要看你们这边，你要我只看你自己就行了，你不要管他们想怎么相亲怎么相亲就行了，但是你自己你要为你自己着想嘛。哎，我反正明天相亲是要去的，因为我妈妈那边都已经说好了，然后这次不去的话 我也不想让我妈妈为难。我知道我反正也没什么，其实，如果也没也不一定说的像你说的那么差吧，万一他是好的呢？那万一呢？万一不好的呢？我知道阿美，你这个人就是太善良啊，什么都为你爸爸妈妈啊，什么都为你妈妈着想，对啊，孝顺是好事啊，而且你妈妈啊，她一个人把你们拉扯长大也确实挺辛苦的，挺不容易的。啊，你们能替他的话，他应该也高兴。但这个不一样呢，这个对不对？直播间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孝顺归孝顺啊，懂事归懂事，不能其他的你什么都听你妈妈的都行，幸福要自己把握，自己争取呢。我怎么感觉你好着急呀、啊？我不是着急，我吓到我了，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不是，来来，不仅我一个人着急，我一个人紧张，来。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姐衰妹啊，觉得王菲说的对的，公屏上打个对，给阿美看一下。来，觉得王菲说的对的，公屏上打个对，给阿美看一下。嗯，这个，我相亲，对，都说对。看到没有？如果你实在着急嫁人，王菲哥给你介绍你喜欢什么样的啊？给你介绍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能改变你生活的啊，当然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你们能够疼你、爱你、喜欢你，那个会照顾你的，最起码我们放心，好不好？我没有什么着急结婚，这些都
这些都不是相亲，反正我们这边相亲，你相成了就相成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坏的人。有的，有没有直播间哥哥姐姐帅妹？你们说有没有这样的人？不会的，不会的。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听啊？你不用说什么，你也不用的。那你哥这直播间哥哥姐姐帅妹，说说你的想法，你是怎么想的？想法就是明天就相亲嘛，反正人家能看得上我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感觉。什么叫人家能看得上你就很不错了？还不需要让我还我能有什么想法，毕竟我又不是什么长得好看吗？我又长得不好看，条件嘛也就这样子，能有什么要求吗？能有什么想法吗？你长得好看哦。我好看吗？来，你为直播间哥哥姐姐帅妹，咱们直播间3700位哥哥姐姐帅妹，觉得阿梅长得好看的人，公屏上打2个字好看。觉得阿梅长得好看的人，公屏上打2个字好看。看缘分吧，明天。你看，他们都觉得你好看，真的。哇，谢谢你们。你挺好看的，然后，真的直播间哥哥姐说了，我觉得阿美她是一个非长得很好看，而且个子也高，身高差不多有1.7米左右。没。长得又好看，而且现在还年轻的嘛，才21岁，不着急结婚的嘛。我们这边我现在都已经很大了。大什么？你现在都还不懂事，都还不算很懂事那种。还没想不明白人生是什么，人活着是干为了什么的，你都还不知道。就是人生就是找到差不多合适的就这样子结婚，然后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度过，然后不就是了吗？这样的人生太平凡了，你阿梅不应该这么平凡。感觉这样子像你应该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不要带着你爸爸妈妈那种想法活得差不多20来岁了就找个人结婚生孩子，然后就这辈子就活着就死了。你这什么想法吗？这是什么思想呢？你的没有梦想吗？我有啊。你的梦想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的嘛，对不对？怎么实现嘛？那你拿这个直播间哥哥姐刷一面聊一下天啊。我接个电话。我就是感觉我没怎么直播过，所以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王菲哥说的你梦想是什么，但是梦想的话每个人都有，但是要去怎么实现呢？我去追求我的梦想，那放学回来还要做饭，还有家里面这些怎么不想说了。但是王菲哥也是为了我好嘛。王菲没有你们怎么可能呢？小小，你不要去跟那个楚布一起了，真的。如果说楚布是一个好一点的人，我也不会就是让你。那你也一样啊。那你去相亲不是也要是遇到不好的人呢？但是我去相亲要靠运气的嘛，万一他是好的人啊。那怎么能靠运气呢？但是曲布是我已经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了。曲布我知道。王菲，
小小太单纯了，真的对小小太单纯了。如果他要是知道曲布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也不会这样子的。你真的不了解曲布。如果说你们说，曲布是好一点的人，他会刚刚他会说吗？他说了一句，他说你跟我走，我们去我家里面聊一会儿，12点我再送你回来。他还定个时间，我也不想说他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们是邻居。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嘛，我们都是经常见面的，我这样子一直说人家也不好，因为小你是不是你感冒了、啊、没有啊，我就怕你感冒了。我的话没事，我们的话下雨了经常在外面，有些时候干农活干到一半那暴雨直接来了。对，没事的，就是你呀、啊，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你再去找曲布的话，曲布真的以为你真的喜欢他，他以后就他这辈子都缠着你了，真的不要再去找了。还好今天王菲到了，还有就是是你们跟王菲说，我也没有跟王菲说，因为我怕打扰到他嘛，所以说应该是你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给王菲说的。我在这里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给王菲哥说的话，可能就是今晚上我也拦也拦不住，可能有点恼火。还有就是曲布什么相亲，曲布长得好看，你们说曲布长得好看吗？曲布哪里好看呢？你们说好看的，你们扣个一，我看一下。既然你们有人说曲布长得好看，我感觉你们觉得他不好看的扣个二。地中海，他这个人的话，其实长相的话，其实没有谁很好看，他长得没有那么差，但是我也。怎么那么多的疑啊？你们真的觉得他长得好看吗？小小，那你觉得曲布长得真的好看吗？好看。他真的好看吗？嗯。哪里好看呢？好看。就是好看，是不是？对，曲布就是长得好看。你不要，你肯定是气王菲哥的话，你。谁气他？曲布长得好看，怎么可能呢？心眼坏。你们觉得他心眼坏吗？可能你们现在有多少人了解曲布呢？你们可能没有我那么了解。但是我们都是邻居，我这样子说人家也不好，毕竟人家做什么干什么都是人家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就是不希望小小跟他有什么扯上什么关系。我只是单纯的感觉小小太单纯了，他还小，他比我小一点，所以长得二狗子。二狗子是什么意思呀？二狗子我不知道。阿梅零，谢谢送的。你刚刚教我这个是什么星星，是不是？小星星。对，这个是小星星。那我要谢谢送的小星星。小小教我的，我平时没有直播过，然后小小说有人送这个小星星，我就要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送的小星星。谢谢送的小星星。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么感谢送的小星星。曲布大学生什么，王菲哥你来了，你的手机跟他们聊。不用送礼物啊，咱们直播间各个级叔叔们，你们不用给王菲送礼物啊，因为你们自己也不如意啊。礼物的话，你们礼物送礼物是花钱，需要钱的。需要钱的吗？啊。哇，那你们不要送了，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那个一个特效，就是送过来的。没有，他们，就是、你们有这个条件的，就是能送礼物的这些哥哥姐姐叔叔们啊，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你们点开这个黄色的小西西，你们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这里就会有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会有一个黄色的小西西，点开这个黄色的小西西，加入一个粉丝团啊，加入一个粉丝团就行了，加入粉丝团只需要1毛钱，花1毛钱加入个粉丝团，礼物的话你们不用送，因为你们自己也挺不容易的啊，你们不用给我们送礼物啊，好不好？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啊，感谢加入粉丝团，加入了粉丝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现在咱们粉丝团的成员有多少个了？我看一下，咱们粉丝团的成员现在有2977个了，还差30个就到3000了啊！咱们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啊，觉得王菲这个人可以，值得你们交个朋友，觉得王菲这个人愿意你们花1毛钱，交个朋友的，你们就点开这个黄色的小心心，加入个粉丝团，加入了粉丝团，就进入了咱们这个粉丝团成员里面，以后你们就是王菲家人的其中一员，好不好？感谢你们成为我的家人，谢谢你们啊，阿梅，他如果明天去相亲的话，我陪着他去，然后我去帮他了解一下，明天我来接你啊，你们几点去啊？早上？你们几点会去相亲？反正早上你要去吗？我来接你啊！我来接你，我来接你，我给你把把关。还有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啊，明天阿梅去相亲啊，如果你们要看的话，我就开着直播让你们看；你们不看的话，我就不开直播了，好不好？你们要看的啊。就我明天开着直播大家都看得到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为阿梅把把关嘛，是不是？好不好？因为阿梅是个好女孩，真的特别好人希望她能嫁到一个像她一样好的人跟她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嫁给一个什么酒鬼啊、赌鬼啊、家暴男，嫁给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们不放心的，对不对？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啊，你们没有关注王菲的，上方这里愿意关注的点开点这个加号关注一下王菲关注了的愿意成为王菲的家人你看他们加入了我的粉丝团的，点了这个黄色的小心心，又1毛钱加入了粉丝团的人他们的网名前面都会有非家人三个字有非家人三个字的这些人就是我的家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的家人，咱们这个小家庭越来越强大，好不好？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你当然你们没有能力的可以不用送因为他这个加入粉丝团需要1毛钱，咱们有这个条件的你们就送，不没有这个条件的不用送因为你们自己挣钱也确实不容易，好不好？我也不是为了挣你们这1毛钱这个钱我也收不到它是一个费用加入这个王菲这个家庭的一个费用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你们当然这些加入了粉丝团的都是把王菲当成自己人，当成一家人，他们才愿意加入我这个粉丝团的那些不愿意成为王菲家人的没事，也不勉强，咱们也不勉强，好不好？咱们现在成员有多少个了？直播间各个姐姐叔叔们，你们看得到没有？帮我报一下，咱们这个粉丝团成员有多少个了？你们点开看一下，各个姐姐叔叔们，然后报出来。成员。成员就是这个加入了粉丝团以后，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他们的网名前面。